这个大球最近太有名了，咱们去看看里边什么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咱们现在呢就准备进去了。这个大厅呢很漂亮，这么大的挑高，而且呢里面有机器人，还有各种展示的，非常非常的好玩。而且呢有专用的电梯，上来之后，他这儿呢可以免费领一件衣服。在休息室里呢还有各种喝的，你想要什么呢？他去帮你调。而且呢这里呢还预备了很多吃的。吃饱喝足了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入场了。我们选了一个正中间的位置，这样呢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视野和观赏效果。这个立体的视觉非常的棒，身临其境。